徐光汉、范晓萱夺两帅，谢欣颖气质美称后。第55届金钟奖星光大道在26日晚间热闹登场。苹果今年邀请到旅英设计师黄威以及亚洲造型王陈孙华担任红毯奖评，为读者们选出三美两帅。今年整体点评有三大重点：第一，要妆发合时宜；第二，礼服要远离公主婚礼路线；第三，要符合年龄、身材与个性。女星谢欣颖三个重点全 get， 让两位评审狂赞，毫无争议拿下红毯第一枚。哦，谢欣颖好美哦，看这样子，是很大气的整个头发，对，整个头发好，好好强了。她那个衣服，她那个色彩，如果不对人穿，会土掉。气质会土，但她很好。哦，杨森妹妹，这也蛮好看的头发，袖子也不错。很适合他，对啊，对，灰妹很好看，这个就是大气，大气又适合他的年龄，不错。他在这个年纪的适合的范围里面，对，却有很好的潮流，看出他的那个气势感，他有那个欧洲影后在穿衣服的感觉，对，而且他走出来的气场，其实头发梳的也是够大气。范晓萱的，我觉得应该是收到目前男生最厉害的一套，对，目前高级，对，是皮的吗？应该是，哇，这真的不好穿哎、欸，这一套真的不好找。对，既然要选红毯最帅，又怎么能少了吴力光汉呢？怎么办？人当红的时候怎么穿怎么时候，都可气太长。对啊，柯佳嬿真的也蛮美的，好雅，很耐看。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参考他们啊，就是其实从刚才一直出来的一些都要走好看，对，男艺人或女艺人保守但是很好看高级的感觉，请参考这样。就是如果你也撑不起来，你没有那么多想法，那你就走这种经典的，对，不会出错，就是好看，对，就是好看的，这样。时尚动新闻，期待明年金钟哦。报道。